听说今天黄大仙到家里来玩了，走，我们进去看看他们在干嘛哦。哎，你们两个臭小子在干嘛？纳尼？摸卡呢？摸卡？摸什么卡？就摸 SH 卡呀。必中包啊？对。这黄大仙在干嘛？量卡。量卡？嚯！对。你有没有量出来？没量出来。没量出来？你已经量了多少了？还没量出来？量了这么多了。量了这么多啊？你觉得这里面能中吗？30%能中。我也摸了这么多。不是可以。30%能中啊？你摸了这么多，他量了这么多。那来开一下，来，你怎么都量奥特曼的5元10元包？我还有包斗罗的。还有包斗罗的。西亚的。有没有？黄大仙。32。有啊。你看一包有啊。我保证里面有张 USR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的很。你别吹牛了吧你！不保证 USR 啊，不可能的事情。黄大仙这包有没有？保证有一张。保证有一张，别吹牛啊！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你呢？没有。黄大仙有没有？哎，有啥？啊？看到没？哎，看到没？真的假的？好啊，好啊。啊？看到没？哎呦呦呦呦呦，牛的嘞！巴尔萨星人啊，巴尔萨星人，又不是奥特曼。哎呀，哎呀。L G 啊。哎呀，不行，你开出来 A 娜给我看看呢。那你摸出来，那你直接就拿一包。那你开出来3张好卡了啊？还有没有？啊？这个。这啥？这是小五的。S H R。啊好，可以。这个小五的 H R 不稀有，能不能开出一张好一点的？这个有。还有几包？没有。黄大仙还几包？就2包。4包。还有4包。S R S S R 没有，都是一些废卡。没有啊，这些都不稀有。啊？这个什么卡？幼儿白金，一般般。来 ，M 二啊，嚯 ，M 二，哇，这张可以，这张很稀有，这张可以。我看，这是被他尺子量出来的。没错，代木版的 M 二卡可以，这可以。还有一张啊，谁能打出这个字，他就是天才。小强还有吗？这啥呀？这啥 ？SSR。这啥呀？啊，这是一个 LGR 的，这张还行。LGR 的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 HR 的，这两张什么？没了，还有最后一包。没了，小三和戴老大的，最后一包了啊！有没有？哎，那不要出。没了，还有一包。嗯。他还有一包。肯定没有。有吗？没有。没了呀，没了呀，收了。